遇到了一个同一天生日的宝宝。可以跟哥哥握手吗？握个手，给小朋友握个手啊！换只手，握手手。这一只啊，对啊，好朋友，好朋友。多大了他？这个小宝宝也是5月7号，是不是？同一天生日哦。同一天生日，为什么你还在坐车啊，姐们？啊？你们同一天生日哦，拉手手好不好？啊，小朋友啊，哎，妈妈，啊，干嘛干嘛？比你少要一点。哦，你要推他走啊？我们把他带回家好不好？推走了好不好？我们把他带回家好不好？不好。啊，两个不认识的同一天生日，你们怎么做到同一天生日的？好神奇哦！这么这都能偶遇？穿鞋子啊？他自己会拔，他坐车就推脱掉。哦，你要不要下来走走？不要，不要就算。哦，他有鞋子的。谢谢叔叔。是不是嗯，他叫你穿鞋鞋。穿鞋鞋，叫你穿鞋鞋，知道吗？爸爸，还要推他。同一天出生的人，怎么这么像？去吧，你们两个可以抱抱吗？抱抱可以吗？应该2岁不到，1岁9个月。抱抱他，对，抱抱。抱抱可以吗？抱一下他。我站咁多的。哦，我知道，买好买。咩人你真系大只咁多啊？系啊。啦，一点点。我男孩子，我不给他东西吃，他也不吃啊。对呀、啊。就是。过分了。他一定要很大运动量，他才会饿。他可以玩几个小时。他精力很好，他可以跟4个大人一起玩，玩一天下来。也不睡觉吗？他可以一天都不用睡觉的。天哪！哦，他可以的，他很厉害的，他可以坐9个小时车，这么厉害，就是坐啥？妈啊！爸爸，坐车车啊！爸爸，干嘛？坐车车不干干。太，那吧，快点追上去吧。牵手手，拉着女孩子走吧，是女孩子还男孩子？他也男孩子，男孩子不像女孩子，男孩子来的。哦，哇！他会说话了，已经。就会说那么几个。挺厉害。卡车，要推他干嘛呀？对啊，你就在那里看了。卡车、货车、卡车。好巧。天天都是，真的，干嘛？公盖盖，爸爸。
Hello， 他说话，他们正好相差十二个小时。你们逛街啊，同一天生日哦，很厉害哦，小心台阶，慢慢走下来啊。你们要去哪里逛街街呀？去哪子呀？哪子呀？对呀，先说说。你要拉着女孩子走嘛？是女孩子还是男孩子？他也男孩子，我怎么看怎么像女孩子？男孩子。男孩子来的。哦，哇！你们过马路啊？你们去星光、啊，小心车车哦！我现在带你追我赶走妈妈，是不是？拿了吧。那把哥哥在哪里啊？啊？没有啊，我不会跟车车来了，他们拉着走了，车车。哈哈哈哈哈！哇，你们去逛街街啊？开心哦！你们干嘛模仿啊？两个小宝宝，对，你们看不见对方了，是不是？好可爱，生双胞胎原来是这样的感觉。你们两个觉得好玩啊？啊？就喜欢使坏，搬回去。好啦，乖啦。乐宝搬回去了，太重了是不是？加油加油！好了，谢谢你。扶起来，宝宝去扶起来，去扶起来，快一起一起一起拿起来。啊，加油加油！啊，加油！好好了，喂，啊，扶起来了，哎呦，哎呦，扶起来，扶起来，快点，哇，哎呀，好了，扶起来了，你们真棒。握个手先，可以拜拜吗？你抱抱他，我们走。哎，你抱抱他，我们走。你抱抱他，我们就走。可以抱抱吗？跟哥哥抱抱一下。来抱抱。哎，你们去哪？两个都不乐意。爸爸怎么拜拜的？拜拜。怎么拜拜？你跟哥哥拜拜。拜拜。你看他的小手好好看呀、啊，你看一下他的手，他的手好好看呀、啊，你拿来看一下，手啊，啊，你去拿来看一下，哇，你看他的手是不是很好看呀、啊？是不是？你们抱抱吧，好不好？你抱一下他，你他抱的好舒服的，对。啊，抱抱，哇，棒棒哦，小朋友。你觉得好玩、啊？